很清新哈、哦。现在你看全身，因为它全身穿起来就是一个小洋装。先介绍一下它的材质，它是棉麻的材质，然后它也是很顺身型，而且它顺身型顺到就是只要有号都可以穿。它这件好处在哪里？这个披肩是可以整件式拿掉的哦。就你把整件拿掉的时候，我瞬间觉得是变得比较优雅的那种感觉。然后假如说你今天想休闲出外的时候，你就把披肩披上以后，瞬间变成休闲感。而且它这个披肩就是假如说你是比较害羞露出手臂的女生啊，就会觉得好像它会直接整个露出手臂，有没有？你就这样就把披肩就盖上去，就稍微小遮一下，然后就还蛮清新的，绿色超显白的，好像超显气色，很好。有喂、欸，然后它绿色上面配的这个披肩呢、啊，它是配就是黑条纹的。我觉得绿色的就假如说它披这个，你会觉得比较休闲一点，对不对？然后你把这个拿下之后，你不会觉得绿色感觉超有气质的吗？这样感觉就可以去参加婚礼了，就是现在有一个小洋装的感觉。他换的那个小白鞋，应该有很多女生喜欢穿小白鞋，所以我就是换了那个比较休闲一点点，黄色的。而且你们看黄色的这个。黄色它是拼叶，就是黄色的条纹。这个多少钱呢？这个是470一整套哦，两件470一整套。然后它就是可以拆的，它这个旁边的这个披肩你可以把它拆下来。这两件就是你可以自己看披肩要不要搭，要搭的话就是可以遮手臂，不搭的话你就是看你要不要绑。